轮雪下台，轮雪下台，烧毁恐同，烧毁恐同，轮雪下台，轮雪下台，废除通奸罪，废除通奸罪，轮雪下台，轮雪下台，断开人权枷锁，断开人权枷锁，轮雪下台，轮雪下台，人权真正大步走，人权真正大步走。15年10月17日，人权自由大会开始。两公约及 CELO 国际专家的审查意见都明确要求我国应修改民法，保障多元家庭。可是法务部因为恐同，宁可撒谎耍赖，用尽各种借口，就是不肯改革。另外，两公约国际人权专家也表示，以刑事手段管制性行为会构成对私生活的无理侵扰，直接建议应废除刑法通奸罪。但法务部仍然恣意妄为，同样将责任推向社会共识。法务部怠惰卸责，一再与人权背道而驰，这样是不是很让人痛心？是。这种恐怖的言论都要烧啊！烧毁！烧先火，烧先禁，烧好这种伤害人权的言论，在台湾拢无搁看见。轮雪部长上任后曾表示，希望台湾未来能废除死刑。今年318运动后，政府为了转移社会强烈要求改革的焦点，竟下令枪决5位受刑人，完全忽略2013年联合国两公约专家强烈建议，台湾政府应该朝向废除死刑，而且首先应立刻暂停执行死刑。轮雪部长是马政府的傀儡，这样法务部要怎样替正义把关呢？台湾的人权是不是需要欺负？是。执行死刑不是最好的手段，希望台湾有一天能够废除死刑。部长，我国的民心现在对政府非常的愤怒，需要执行一下死刑来稳定我们的政权。原来轮雪部长就是人权的阻碍，轮雪部长下台就是祈福大会的醒杯。罗部长落台，台湾人权才有法度大进步啊！退休。